不信 HD， 有口皆碑。首先，我先看到台上的，这是我们的国光女神，以及这是我们的甜心主播。那么，在现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君鸿酒店。君鸿酒店呢，特别推出的是中国的百味最低价。在我们的刚才主厨呢，也是给大家展示到非常漂亮、好吃的特色。在君鸿八五百味博弈厅明日双人午茶券，原来的价格原价是1144元，旅展双人价是870元，那么是年度价差最低的折扣。四开一大厅酒吧的双人早午餐的券，那么原价是990元，那么也有推出的是旅展双人价720元，消费满3元以上，你可以获得一次幸运抽抽乐的机会。接着我们看到的是禅谷旅行社。禅谷旅行社呢推出了许多的优惠哦，包括有公主游轮、至高酋长首次超过11万吨的豪华游轮、顶级的餐食、健康运动表演、琳琅满目的船上的活动，邀请你来参加。不只是豪华游轮，包括还有高雄直飞江家界，那么让大家呢直飞省去奔波之苦，全程呢是无购物、无自费，让你玩得轻松自在，没有压力。当中也看到，其实我们在今天现场也有看到东南旅行社。东南旅行社呢，在我们的暑假的档期当中呢，包括有公主游轮、Okinawa 两人同行，最多是10000元哦。那么暑假当中呢，包括有九州漫游，那么还有韩国、香港、江南、上海、迪士尼哦，还有金门公主游轮、和平号环游世界104天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！那么甚至呢，包括在日本的旅游当中呢，还有呢就是赞送小费，一口价之外赞送小费。韩国旅游更厉害了，爱宝乐园把6000元的韩币送给你，送你钱哦。独家的还有像是马来西亚5天只要14800元，放你再送华家高粱酸白菜，让大家不用出国先吃到好吃的料理哦。这是东南旅行社，接下来是五湖旅游。我女儿也是在新天现场庆典会当中有莅临现场的，特别推出的是第二人减10000的活动。那么这本全线第二人减3000，直飞高中畅游四国只要22900元起，好便宜哦，好划算哦。那么另外还有到韩国的旅游，大陆风光明媚，我们也看到的像是有大陆的旅游之外的第二人减5000，免费升等尊荣的这个座椅。由江南5日只要18800元起，九寨沟、黄山千岛湖、东南亚也有特别推出的优惠活动，这是我们的五湖旅游。紧接着的节目当中，就可以到我们台湾在地的参展单位了。肯尼夏都沙滩酒店首次推出顶级的皇家套房住宿券，只要4.8折，这里面住宿再赠送晚餐。那么同时也推出4.4折的住宿券，那么特地住宿享受的人气探手礼两大优惠，那么还有加价购恒春风味套餐。那么甚至呢，也可以呢在现场那么购买得到，这是夏都的这个安平馆哦，夏都城旅安平馆的住宿的优惠活动。接着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，刚才呢是肯定，接着下来是台中林酒店，也在搭配2017高雄旅行公费国际旅展，特别推出了特惠住宿券。那么住宿券的部分呢是买1送2，3合1的住宿券。在餐席的部分当中呢，不论是 LV 级的百味以及像是日本料理平日联合餐券，都可以为大家提供非常物超所值的服务。亲爱的朋友，在旅展当中参加我们的高雄市2017旅行公会国际旅展，也让大家环游世界，我们也来到日本。日本京都和服体验梦馆也在我们的旅展期间为大家呢在日本馆当中，那么可以呢让大家来体验穿和服哦，是日本京都和服体验梦馆日本馆
可以穿得到和服。那么也特别为大家介绍到，那同时今天呢，其实在两大会当中呢，我们也看到特别邀请到中华航空，中华航空在今天呢也特别来到了现场为大家提供服务，也为大家推出了许多的优惠活动，那包括呢像是我们在各个航线当中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